Hello，你好，我是秋芳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又到了2022年的最后一天。回顾过去的一年，疫情看似被控制，但是确诊人数却反反复复。俄乌战争的蝴蝶效应导致油价上涨，间接推高了物价，让通膨居高不下，导致我们受到价格压力的挤压。许多国家虽然正在努力从疫情中恢复，但经济增长仍然低迷。减薪裁员不断的上演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很感恩我做对选择，加入一环球结合 EVG 系统的国际电商企业，让我不被大环境所影响而变得消极，反而用目标过生活，在正面积极的环境下学习成长。随着各国的开放，我们也从线上走入线下，更好的与人连接。因为 EVG 系统有一套简单一致、容易复制的教育模式，让我掌握如何运作这份事业，还可以把我所学的教育通过一对一栽培、打字、复制和倍增我的组织。虽然在创业这条路上呢，面对了很多的挫折，被人拒绝，被人泼冷水说这份事业不能成功，也曾经一度的迷茫，但是感恩自己愿意做出改变。感恩家人的谅解，感恩导师和团队的支援，让我一步一步学习成长，逢关过关，迈向我向往的理想人生。那我期许在2023年能够赎回自己人生的自由，努力的成长自己，做好时间管理，让自己能够像蜡烛一样从顶燃烧到底，照亮自己和他人的生命，把营养免疫学和倍增事业带给更多有缘人。最后，祝福大家在这新的一年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。梦想成真，谢谢。